来打，哦，然后就是靠着他的被动加上他的符文天赋的吸血，他普攻吸血五趴，对，能不能够顶起来？但是，有趣，我觉得这个有点感，他买了三颗的，而且 YCSN 要打一等哎、欸，全部人都挤过来了，而且已经被小叶看到了。喂，你知道菲欧拉的角色？菲欧拉加辛朵拉，你想想看，这个一等有多烂？这个烂到一个哭啊！這個、卡利斯也来，之后路线跟索纳正常一点而已。哇，这边直接插眼劝退啊！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蓝 buff 就是一个安全的区域，巩固。哦，要来看到了吗？是吗？你确定安全吗？我，如果他硬塞进去，还是没有办法。我考虑两边的一等的实力差之后，我发现哦，你看见了，可是他人走进来，你还是要退啊，你根本打不过，一百个打不过。好，那这边看到了，无法避免，一个、两个，不进了。哎、欸，不进了，不进。你可以就强制进啊！你一等那么强，索拉卡加安妮耶，可以进啊！索拉卡加安妮超级强，索拉卡加安妮，而且还有西格斯。我不管怎么说，重点是我觉得菲欧拉加辛罗拉真的太烂了。当然，他就只能 Q 然后补攻，那个一等真的太烂了。不过这边 YCSN 就正常开局，没有要进对方，这不进有点浪费了。对，有点可惜啊，我觉得其实可以进啊，你可以。蹲到最后的一分五十秒进啊、嗯，那这边 fighter 绝对是反应不及、嗯，那你就有机会三 buff， 三 buff 对你们这个想前期强势推塔 的，当然是好事啊。你们应该去把握这个你们的阵容想打的战术、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看起来双方是正常开局啊，太和平了吧？啊，人很好。对，这个，而且菲欧拉有一种，我会不会被 DU 呢？呵，我还是先帮打一下。哎呀，没有 DU， 没有被逆啊！开心，太棒了，快乐，太棒了！我这一等就互点了，点燃就直接下了。然后他快被炸死了，我没有骗你。哦，这个再插一下 Q， 不过这样子没点燃，那小叶有点燃。还是有压到血量，还是有压到血量。水会耗完啊，两罐会耗完。那耗完之后要看上山之后的辛朵拉怎么样来跟西格斯做优势换血，办得到的话。哇，卡利斯两等 gank， 够狠，够狠。好，看到了，也没有用啊。呵呵，看到了。你要脚闪啦，同学。脚闪一定脚啊，然后有机会，感谢硬杀。一下，两，刚好只有一下，兰特他既然没有双 buff 可以送，也就不送了啊。这个礼数不周到，这个礼数不知道不行啊，送太少不想。这个送太少不愿意。开个玩笑。好，这样子两等下路两等，这个安妮，我想应该不能怎么样。这个晕到了以色拉，这两个人打不同人啊。问题是你这样跟索纳换血，他可以补哎、欸。嗯，你确定你要这样做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安妮的没水了。我想兰特这边选择两等强势硬上上路，也是因为菲欧拉真的一百个打不赢。哦，哎呦喂啊！换是要被单方面的殴打，这个绝不会死。对他伤害打完，他只是一直哭的时候，拜对不起，我中路竟然哇！什么 ？What happened？ 对 ，What happened？ 他闪现点燃，然后就是可能什么推晕、闪现砸缓，然后点燃 QQ 普攻。这可能等一下看一下 replay 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需要 replay。完全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刚刚不是才压赢血量吗？对。啊，这边其实安妮的血量很少哦。这个哈迪感觉一上三等就考虑要一波带走嘛。不过这边有治愈哦，要注意这一点。这边带波，再会了，应该是没有救了。一定死了。这是角色抗带补能力太烂，这个一定要 jungle 一直 cover， 一直 cover， 一直 cover。哦，那这一整波兵，兰特感觉还是有到位。上路是不是有稍微追击一下、欸？他是不是在砍索拉卡？索拉卡现在死了。尖 OB。这个安妮，安妮非常危险。这个安妮，哎、欸，万无恙，你没有魔还敢站那么前面啊？你哪来的自
自信啊！你以为你是射人心吗？不过安妮也没有魔了，安妮也没有魔。他把他自己当射人心，然后丢后面灯楼下的。对。好，那这样子下路其实 Stony 有着优势血量哦。安妮竟然没有魔，还要开盾，然后他现在剩一个晕吗？我刚才看了一下后台状况，是因为今天 OB 少一个人手，今天 OB 少一个人手，他刚才一度想要帮我们放 replay 的状况下，就错过另外一路的击杀。好 ，replay 要来了。来看这个大飞没中，先被缓 Q 推晕，点燃普攻，点燃再闪现上去补一个普攻再 Q。对，这是一个正常的套路啊，这血没算好。哎看见了啊！快跑，他追不到。各种哦，下路这边没有魔了，还想凶人。小王，你到底是？哦，原来是有人来啦！这样啊，原来如此。拿路口刀，你这样子还是要死啊！没有缓到。哎呦喂啊！小王被闪现硬杀，然后自己也叫闪现逃掉了。毒爆虫来了！毒爆虫，炸不死啊！炸不死。连冰都吃不到，这样子初期那个你们的强队打嘞，被六一了，被六一了 ，HQF 六一，有一种快乐感。这个你们的强队打就没啦，你们没有强队打可言啦。各种，你们这样应该是要想逆御物，然后赶快让双人线可以放开来，然后去逼中吧。你们正常的套路应该就你们看到有人就不逆了。这个其实就有点头尾不相接啊。好，那这样子兰特有了三颗头，其实有点快乐哦。他搞不好回去就要吸了。这一场在 jungle 的主动性上，兰特大升不止三个等级，就是每一次不是主动 gank 就是补到位，然后包括刚才小黑夜 cover 中路cover 下路那一波也是做得很好。就整体来说 ，HQF 当然现在可能是会是一个外界生反攻的点，在现在，因为HQ 的闪现较广。对这个点的话，其实对伊伊斯来说是很重要的，他可以直接我直接从后面走过来，吊钢丝就贴到你了。对，那没有问题了。那这边索卡已经 Q 到没魔了。哦，因为被连杀两次的关系。因为被连杀两次的关系，这个能力上来讲的话，就是不是很能够那么霸道了。他现在的状况，你看他要补冰川呢、欸，他要想补冰川呢、欸，这完全就是一个想要 counter 菲欧拉的这个出装啊，菲欧拉 counter 烂。好，我们来看一下中路这边，小叶有大绝哦，你真的还要站这里？伤害他可能没有料到那么大，我也没有料到，因为我对辛朵拉不够熟。辛朵拉伤害非常真的很大，我知道很大，但我不知道这么大。因为西格斯也不算是一个很有血量的 AP 啊。对，那这个情况，哦，索纳五等，这个小王完全把索纳当射人系玩，真的，他一直没有招也往前，没有魔也往前，这个完全是，我觉得他看起来像是。就是什么红蓝紫黄全部插物防，上去跟你拼命的那种打法。现在物防变低了，已经降了，他竟然还全部插物防。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这样。哦，他这个换血，你看他根本就不鸟他，就是哦，就跟你换血。对啊，你要点我，好，我就 Q 你啊，就跟你换啊。哦，这边伊利斯，这个点是有看到吗？感觉是没有哦。这样子的话，哎、欸，我是神意思吗？哇，这不是 Y C S N 的眼吗？这意思有点哎，其实，在
来神意识失效，他到底怀疑说到底有没有人正打算飞着切的时候，其实是斜穿中路右边的野有看到伊利斯这样钻过去，然后他拼了那个伊利斯可能下去的这个拼，但是我还是觉得阿弟刚才那里很惊险，对，很惊险，被绑到，搞不好安妮就跟得上了，没错啊，感觉就要喷，不过安妮没有闪现，感觉也是跟不到啊，那个点好像跟不到，他没有闪现。那这边的话，其实阿弟六等了哦。这小王根本是，我就跟我一辈子就跟安妮耗上了，然后我会补血，你会吗？对，因为他就一直补啊。看到冬年的血量已经越来越低了。这是受到阿福模式的启发。哦，兰特在这边，这个是这蹲，你是期待什么？你是期待枯骨岛把血压出来吗？不是，他在等伊利斯，哎，下路这边。死了。对，因为其实应该是索纳上六，哎，没有，他没有丢大绝，他没有丢大啊。哦，看到了伊利斯，出手打一套，然后被反打一套，很痛。哎，不过这边应该是哇，加多罗塔下大绝杀掉了，这样子的话，这抢头啊，这被套残废嘛，没办法，不抢不行。好，这边的话，其实目前这个 YCSN 的推塔都没有出来。九一不用推了啦，这个九一不用推了，光线上就已经快爆炸了，线上全崩。这有上路，有上路，还有上路，上路稍微有赢一点。这个是角色，就一直 Q。哎，你才赢六只啊！那是索拉卡打那个。菲欧拉，那又不是才赢六，好像也是赢，也不叫赢。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四 K 有点多啊，九分钟，对吧、啊？吃到蓝没问题，蓝特已经七等了，九分钟七等。蓝特刚刚把对面的蓝给偷了，因为他刚刚看到伊利斯没有魔嘛，他只有半条血量，其实他去吃那个蓝，他只要确定中路就好了。家伙魔王了呀！我觉得他就是被绑。啊，要死！哦，脚闪躲过这个推啊，躲过那个弹跳炸弹。不、哦，我以为他死，这是伊利斯的晕改短的结果。他怎么看都没有死。也对，这是伊利斯的晕改短，实在是很致命的。所以我刚才一瞬间才觉得他要喷。理论上应该接得完了、啊。这边卡利斯有没有被看到呢？还是有被看见。好，那龙里面的眼，原来是龙眼。龙眼是水果。顶硬。好，那这边越小越小闪，那边 YCC 想再蹲一次，这其实要小心点啊，你人形态被晕会被秒啊，这要很小心。哦，这边，哇，这盲上。还有大卷下来到对面安全，再一个隐形闪现，哇塞，这对自己的功力非常自信。好，对方闪 现，反正你闪现就是要跟我换血，对、啊、然后我还可以把你打退，因为这个时间点我只要拉回去吃小龙就好了，你小狗已经退了。对，这大绝啊，你晕出来的时间点有点问题哦，看起来扣个魔阵这个时间点完全哦，中路发生了什么事情？被下葬了哦！哎，这个点蓝少一个 tick 不够，少一个 tick。不过还有卡利斯的打不进，哇！这场兰特有点强啊！这个兰特各种 W 收头啊！这场兰特真的有点强啊！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目前 fighter 有十颗头，上路线被推掉了，正常。菲欧拉应该是不小王你。他刚才那个冲上去，哇！对方逼出了一个治愈之后，阿迪还有 HP， 大绝一大二，小王完全漂亮，小完全在漂亮，阿迪要被炸。对，然后在后面的蜘蛛来了，伊斯站起来，这个绑没有中，哇，中了，有机会啊、没有，是治愈，只有两个治愈，对，搞不好再点会死啊。那是看到安妮有晕，所以他不敢打，不然他就打了。安妮表示：“我又被普攻了，不是我普攻别人吗？为什么是我被人家普攻？”哦，这边飞哦，第一个治愈开掉，
我觉得索卡好像已经不能打了，好像是。他这个对，他转头出了个水滴，你有看到吗？他那个东西并没有出冰川啊，他为什么不出冰川呢？你可以降 CD， 然后也可以挡你线上啊，完全就是一个好东西啊。我还可以出冰心，还降20%，水滴比较尴尬。他想升上去就是。我这边兰特在吃小龙。没有，但是下路已经靠过来了。哦，都有靠 ，OK。但是龙眼还是有看到，灵应。对，龙眼有点 juicy， 好吃，看到了。但是没办法，阻止不了，看见是一回事。对，看到是一回事，阻止不了是另外一回事。哦，这边插了眼之后，我龙眼已经插到这边来了。视野的禁逼，哇！小 A 看起来一点复仇一样。他说：“赶紧准备好子。”哇，这边怎么？这个蹲很好，这个蹲很好，这个意思。这个安妮的蹲非常好。但是兰特怎么这么小心啊？兰特都没有上当啊，这合理吗？怎么会这样子？你不是教练，你这样子，你改造选手的脑部，这样子不合法的。这个也太神了，竟然蹲到了安妮。不是啊，你这个脑部改造这是不合法的啊。这个来看一下这个啊，他靠着大绝哦，减低伤害，不过这里被虚弱，你应该是杀得掉的。对，而且还连带一起陪葬。Oh my， 还有一个 Q 哦，还有一个 Q 哦，啊，没有招，没招了。对，这样子，其实新主要是有大绝的、啊，他只是不想丢啊，不过他好像追不上，没办法丢出来。好，菲欧拉刚刚已经缴过了大绝点蓝，我想他应该不会想要去凶他了。这时间他只要等兰特来就好。阿迪表示：“我又一个人，好孤单。”他已经习惯了 ，forever alone。其实这是另外讲法，这就是小王，你不要来吸我经验，快滚。他可能是另外一种想法，你不要来吸我经验。哦，难怪他这个等级会高得很快。对，他就说，小你去中路，去帮中路就好了，不要过来，放我一个人，没有问题。这完全就是要让塔吃掉更多兵，而且结果我刚讲下一秒他就把他点掉，没有他，因为那个塔应该吃不掉那个炮车，大概没有什么差。对，好，那这样子的话。双方差距以初期14分钟 7K 有点多，这已经差到1/3耶。结果你小王点 AD 点到 AD 要退，什么道理？他还想杀他，我觉得他根本就想闪现大绝，然后 Q 补攻，一点就是想这样子。这也已经差到这边来了，这个你家红区就是我家红区。你可以看到 H Fighter 在 YCZ 的红区差了多少眼？1、2、3、4、5、6只。嗯。哦，安妮，你们两个为什么要站在一起点这个塔？这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你们要站散开一点、啊。哦，这个阿迪。他是不是有？哦，他在集 Q。这边。蔡红眼。蔡红眼。这有看前面的比赛，知道这个位置的红眼很强。我觉得这个点你把视野顾起来，你要让卡利斯也来啊，不然你这样的红眼是白插、欸。哦，感觉小王要被制裁吗？要被制裁了吗？很球，大到他到了后面的、啊，感觉这边阿迪没炸到，阿迪，好，安妮没闪现，没事。我想说安妮有闪现要上他，结果没有。这样子其实。阿弟还是狙脑啊，他就狙补啊。哦，这个有注意到吗？因为其实自己眼位是不够的哦。看一下，要回家了。好，那上路这边其实已经九头蛇了。这上路也赢了，你等于说全线赢。这样其实就是 H Fighter 不要有太大的失误，这一场我想应该就稳稳拿到。目前是这样，12-2，你跟我说没有稳稳，但是200万塔的是。哎，这个我从
从刚刚一开始我就没有要提这个，言犹在耳。对，我觉得昨天其实我们昨天自己有按个节目，我觉得贝克已经被激到，因为我们把那个画面放了巴黎铁塔。对，啊，有有有，我有看到。我们去放巴黎铁塔给他看，让他就是过过瘾。你有去哦，你有去哦。不要太难过。哇，这边伊迪斯，我觉得你下来就要被秒。咚咚咚！你为什么觉得他会怕你耶？你完全搞错状况了。这蜘蛛翻肚了。哦，这边闪现，闪现就有看到飞欧啦，瞬间被秒，太惨，太惨，太惨，各种飞欧。飞欧拉的支援的时间点恰到好处。对他那个完全小月应该知道飞欧拉要来了，他就是啊，我继续卖萌。就没想到你现在闪现上来要杀我，他觉得你现在上来好吧，那就来吧。好的，好的，来得好。完了，中路跟着推掉，双方经济差距在16分钟有了10K 的差距了。你们这个索纳卡快推阵完全没有在快推啊，你们只是在收 Q 而已啊。这个完全没有战术可言、啊，你们选的角色让我觉得你们好像是要快推，因为伊利斯加索阿卡，这个不管蓄战力还是 B 塔都非常之强，都非常强。但是然后还有西格斯，对，但是你们，我觉得 QG 这边换凯特琳可能点塔比较强一点。对，我只是没有必要选 Coco。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你看 Coco， 我刚才那个战斗力有多烂啊，他那个。不是还要后期，就是火力很低啦。对，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阵容到后期你大概也不会赢，因为你可以看到菲欧拉大概就直接冲过去在你的 KOG 脸上，然后你安妮也不能。哦，这边晕到了，这个小叶他没有大绝，他没有大绝。哎、欸，这个是哎、欸欸、有哎、欸，有大，他刚才用过是吗？这个 CD 可能有点短，看一下小叶的 CD 啊，其实。33%，这个也难怪他又有大绝。对，他只要丢完就又有大绝。嗯，哇，那其实三路一样 ，H Fighter 的老套路，这个 RD 永远在下路一个人哦。真的，你看没有人理他，奇怪，他到底有没有辅助？对不对？这个就永远都放他一个人在下路弄，然后小王就随便跑，反正没有差，就放他一个人就好了。对，哦，这边。这是八龙吗？感觉就是，因为已经有看到那个毒了。真的是，我看到八龙吐口水。对，因为卡利斯吃八龙是非常之快啊，再加上他飞欧拉，这时候外星人没有觉得异常吗？啊，因为他在注意那个，只有看到那个阿坚啊，阿迪对阿的间谍心，这时候该觉得怪怪的了吧？没有没有，他三个人在抓阿迪，你看到下面三个人。该觉得怪怪的啦、啊，哦，好吧，没办法。啊，有觉得怪怪的，来停下来了啊！来不及，八龙没了。此时觉得怪怪的，他现在打字说八龙没了。这样子的话，其实连八龙都掉哦。我觉得阿弟真的是一个人胆大吗？前面那个艺高人胆大，眼插好他就放他一个人就好了。对，他没有插，他完全觉得他不会死，因为他现在其实什么 spell 都有啊，然后装备又领先，他还不让人家回家。哦、oh, ，我觉得你要被制裁了，安妮有闪现，他要闪哦，要闪哦。你们追不到，阿迪阿迪退得够远，他追不到。哦，小龙这边。又要没了，这整个地图经济都在 Fighter 的掌握之下，100%哦，已经赢12000了，才多少分钟？才19分钟，13000，有点多，这有道理，这个有点多，这个其实就是你两线经济换三线经济的结果啊，加上你现在是每一线都输的状况，嗯，哦，看一下菲欧拉要不要来 PK 了，他憋了整场。有机会，终于有机会反击了！单挑啦，单挑啦，单挑啦！哦，果然，好拉走，看一下，他准备要打啦，打啦，三四五，一刀啦，哈哈哈哈哈！就
真的不能太冲动啊！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这个真的是被自残，一个被自残。他整个就是趴在地上，对队友闪他一腿。这些闪怪他，你不能怪他，他整场就是很痛苦，他很冤屈啊。难得想说要表现一下，然后可我又被吞了。可我想任何人应该都会闪他问号，因为刚刚他那个行动实在太问号。这个其实就是就年轻人嘛，对，太冲动，太冲动了。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太冲动。那这样这个情况之下，稍微有被拖慢节奏，也被他死掉了。这边阿迪，我安妮就这样放大招蹲在这里。嗯，啊，你没有人啊？哎，这个也是。喂喂，哦，有被晕了，有办法吗？阿迪，这个也是插错了，然后结果还这样子这样。有人要一打三，没有被绑到，最后这个已经。哦，治愈太强啦！拿走之后，安妮很强，安妮不闪晕他。哦，最后一个隐形在这，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地方，好像没有人跟得上，也是不行，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中路这没什么防守的希望。哎，现在防到了，但是没办法上、啊，没有意义啊。这个索纳、啊、就拉回来了。星罗的招式全在的状况下，谁敢靠近？哇，晕倒了，收、哦。差一些，不错不错，还其实少一颗 Q 啦，其实少一个 Q， 还撑住算不错。那这样子的话， 14K 差距又继续放 RD， 现在从上路换到下路而已，在下路换到上路而已，都是一样的。哦，有了，终于有 support 又走了。这 support 真的完全不理他，他才刚来又走了。说，哎，你自己不要中招，我走了，我走了，加油。不是你不能中啊！你这个时候中了，就算我再也没有用，对不对？对，因为索纳没有大局，他刚刚在隔墙那边打。所以你只要不中就好了啊！好，不要中他的蜘蛛丝哦，也不要被他的晕哦。对，中的是你的问题哦。是九豆腐啊！哇，这个推没有推到，不过塔感觉安妮也没有打算要开啊，挡不住了。本经济差距真的很大，开的感觉开不过。这边，然后下路有个菲欧拉在单推。这边没有开到，只要没有开掉露西恩，就拜拜了。对，他说这个反正呢，基本上来说呢，我单挑就是死掉了嘛，被闪问号。哦，小心他有机会，小晕晕被绑，但是回头一个晕阻住了，完全到追击，兰特飞进来，一只大蟑螂杀掉了安妮。这个伤害装备差太多了，菲欧拉他已经在塔有第二个飞，他里面农兵了，没有人理他，他要点塔了，他已经在点塔了，他一个人在下路点塔，而且非常的快，这个全线崩溃啊！这个 YCSN 也没有人想去挡，因为一挡他可能有点危险哦。没有什么，这现在来说的话，大概就刷卡，然后再加一个人可以 hold 住，不然的话真的会被砍。对，那这样子阿弟还是继续一个人在上路，因为没有人可以抓他，他一个人在上路，除非两个人或三个人可能才抓得掉他。嗯，我看一下这边榜没有中，这个伤害太高了，你们两个人会输哦，你们两个人会输。他的交闪线，阿弟交闪线进去，用大绝的尾巴伤害把西格斯喷死以后走掉。因为这装备差很多啊，他还有治愈，他还有治愈。如果安妮如果刚刚有闪现，还有脚闪过去用他，你会被反打。对，其实他招都扣得好好的，他已经心里知道他会赢，他不会输。他收掉蜘蛛那一瞬间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可以打。那个时后面那个交闪现把尾巴的伤害拉出来，很漂亮。好，那这样子双方其实打到23分，经济差距有的哦，这个被推到会死哦。哦，没有没有哦，没有没有上，没有上，他没有上，他怕后面有人。对，可能被吐到了，就是被那个缓冲对缓之类的。如果后面没人，他其实可以上，我感觉差不掉。这样子双方差距18K 有点多，太多啦。其实怎么有点多啊？没有超过20分钟赢输快2万啦。
这个其实现在其实就是差一个时间点聚集去推下路之后再转别的地方。对，白人现在只要掌握这个点，其实就应该可以稳稳拿下这一场。好，现在可以看到小王在这边吃着红 buff， 双方其实 fighter 已经开始靠下了，你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开始靠下了。嗯，这个红 buff 就像被小爷爷抓在手上，带便当，带便当。老板，红 buff 外带。好，让阿弟拿到红 buff。阿弟现在装备已经三大装602。这个我这边差到这么多眼，这个 5EIA 吃了一下没感觉，下路要进去了，中路也要进去了，只有上路兵线是没有推进去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塔，安妮是没有闪现的哦。哇，这么远的地方也被推到，这也太远了吧！信卓他那个推基本上来说真的是很远，往这边转下，因为其实中路有一堆人。可惜下路没有塔，下路没有塔，被砍爆了。对，转下 OK。安妮这边是没有闪现的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开战是没有开战的。一个会战，然后就可以画下据点。我觉得这个推到两个闪大上去路线，大绝进来，光是那个大绝的伤害人就被射成蜂窝。哦，菲欧拉进场，菲欧拉生气了。哎，菲欧拉没大绝，还没开大，要大要被带进，好进去，要被带进去哦，我没有骗你。他整场，问号，闪他问号，快点。那也太问号了吧，那超级爆笑。如果是他队友，我真的会笑死。这个整场憋这么久，然后结果上路一次废了，然后下路唯一一次可以帅的地方被拉进温泉，那里面拉进温泉超级惨。好，那这边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这个不是像这种状况，就好像义大师 Q 完以后被人家带去不该去的地方一样，对，就是。